哇，次长，你咧食便当会使小姐吧？那个麻烦司法院跟法务部副厅，次长跟那个副秘还有司长跟厅长来一下。
好，那谢谢大家哈。那到场的有我们李立芬委员，还有国民党的那个沈智慧委员。那机关代表有法务部次长，还有司法院副秘长相关的一些主管哈。那谢谢大家再来参与这个协商。那主要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加快有关于刑法286条儿虐的条文修正草案，能够尽快来做一个完整的修缮哈，那完整的修正。那我们今天这个协商的主题哈，并案协商总共有合计并56案，那这其中有包含三大部分。第一个是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并案审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46案。然后上次从院会决议自委员会抽出近副二读委员林奕华等20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3案。那现在还有新的，也是院会决议禁复二读及自委员会抽出禁复二读委员陈素月等22人拟具的《中华民国刑法286条条文修正草案》等7案。那这个是今天第三部分，是今天会加入我们这个协商的范围。那我本主席在这边询问在场的委员，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一并列入本次的协商讨论。好，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列入本次的协商讨论。那现在就是我们上次我们有做一个初步的整理，就是说在整个协商的草案里面，大概有4个重点啦。第一个重点就是刑法40条。那到底就是在裁判确定后，是不是可以再单独来申请没收？那上次也请司法院跟法务部，这个相关的那个机关再去研讨。那他们认为说，这个时间上可能还要再多一点时间，所以这个部分这个条文，现在大家目前的意见就是再继续讨论，那不列在这次我们的修法的这个处理当中。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儿童儿虐的这个条文，那因为很多委员都很关心，很多委员都有提案，但是大家提的那个法制的类型，有的是放在杀人的部分，有的是放在像沈智慧沈委员就放在重伤的部分。那所以说，其实他虽然说很多很多的版本，但实际上他的重点就是在286条，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整的更完善。好，修整了更能够保护儿童的利益，所以在这边待会我再来跟沈委员再沟通一下，看看这个部分怎么处理哈。那另外这个上次郑云鹏委员他有来参与，他有提出他的修正动议，也就是在276条跟284条过失伤害跟过失致死这部分，他希望就一些危险特殊的驾驶行为，危险的驾驶行为有5种，他的提案是希望加重1/2。那经过跟郑委员的沟通，相关的单位去跟他这个沟通，那他也同意说，那这个部分可以再来做更细部更深入的研究。那这个部分修正动议他也不坚持在这一次的协商里面处理。那另外第4个重点就是这个假释到底要不要法官保留哈？那这个主要是时代力量党团的意见。那现在就是沈委员早上有跟，因为刚好在议场，我有跟吴志扬委员讨论，就是说建议说是不是跟儿虐，现在我们讨论的儿虐嘛，要不要这个刑度要不要加重到死刑，还有相关的，有些人是放在杀人，有些委员是放在杀人，有些委员是放在重伤，是不是我们就单纯就是在286条这边讨论就好了？不然保留的版本太多，到时候到院长那边处理，这个也彰显说我们在委员会或者协商的时候，这个进度上、功能上是那个，所以行不行？这个部分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不会做结论，只是说这往这个方向上去做迈进啦齁，总是希望每次的协商每次的会议有一个基本的进度，安呢你听我的意思吗？
的，你关心的家是不是我们的同意都放在286条来处理这样、哦、你最重视的是说是不是刑度被加到死刑嘛、哦、对啦，我关心的是虐儿致死、哦、判处死刑、啊嗯嗯啊、如果再放到哪一条最为恰当，没有特别坚持，对，那所以就是到时候是不是刑度要放要 加上死刑，这时候到时候我们再请院长来做最后的协商，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条文要并整在哪里，就是还是286条以法务部的版本作为我们基础的版本，我现在所看到的不是啊，这只是一直有写这个286条、这个、第四条没有全文，你现在提的这个手上拿的是上次法务部照我们委员会的这个指示他们去做的整理了，对，他们法务部的286条想是要怎么做呢？你看一下他第二页哈，他就是有286条第一项、第二项，然后就是大家重视的提案的这些立法的精神意志，我们就都放在286条来处理了。麦克公阿哥注意271、277、277这边在讨论呢。啊、我们今天也这就是我们今天让大家在确认的，那我们会做正式的，也不会，我们也不会做正式的协商结论，只是说我们协商的过程走到这边，让将来院长在朝野协商接手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然后大家迅速来完成这个大家关注的286条儿虐的修法。他这里哈、哦、嗯，就变成286条，他的妨碍幼童自然发育哈，这个好像跟不太我们的意思不太一样、啊、妨碍幼童自然发育罪，这个和虐童致死这两个差太远了。哎，这是法务部版本吗？对，这张啊，不是不是，意图盈利妨碍幼童自然发育致死啊，或是妨碍幼童自然发育致重伤啊，罪名。凌虐啦，这些就是为什么要处罚，在跟要区隔跟重伤害跟杀人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妨碍他的自然发育。不要紧，你跟苏克姐，好，大家就说，因为将来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基本上大家关注的就是在286条，只是大家的法制面放的是不一样的。嘿，那李委员，你的条文也有并入。就进副二读，嘿，协商。嗯，妨碍幼童自然发育，嗯，这个发育致死，这个和虐童致死，在那个意思说，在法律的文字的定义上是要这样写才是，还是说我们很清楚写的就是虐儿致死？好，应该是说我有提286啦，哈。那286它其实是对未满16岁之人施以凌虐或是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健全发展或发育啦，所以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发育，好，可是他强调的也是对未满16岁的凌虐。嘿，那目前这一个条文可能是没有处理到致死好还是致重伤，那我的版本是有把致死跟致重伤这个部分有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刚刚招委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因为我们关心都是儿童儿少受到相关的凌虐这个部分，那是不是在致死致重伤的部分我们就是都放到286来做处理。嘿，啊，我的提案是都是在286做处理的。好，好，谢谢。好，谢谢李委员。那大概就是他立法的意志哈，跟他的方向是有点不太一样。你看我的这边是写说，犯第一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而被害人为儿童子，儿童者。陈委员，你那个提案就是说，可能区分几开始，我到底是有重伤的故意，因为你那个条文的架构是放在重伤罪嘛，啊，黑的是。
就是说我一开始我的行为，我就是可以评价我是基于重伤的故意。那有些可能有些行为，可能一开始它并不能被评价为重伤的故意，可能要放在凌虐或者是伤害。那所以就是说，克里昂这个体制上请你搁思考一下安尼。对呀，可是我现在无法想象说意图盈利。这个虐童跟盈利有什么关系？叫他去做卖淫等等的那个就是，可是这盈利不能把所有的虐童的项目放在一起啊。有些是大人心理不健康，然后拿孩子出气，或者是有各种原因讲不出来，因为会发生的事情是地球是圆的，360度，什么原因都可能，你把它变成盈利。而去限制他这个是不是在整个虐儿的虐儿致死里面，在这里无法包容所有的一切。我想审委有关系，这是盈利是第二项，那第一项是没有盈利。那我有我的版本是，我把后面说是不是要妨害他身心健全或发育这部分我拿掉，这部分跟审委员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是不是他就是做了这样的凌虐儿少的一个行为了？我们还要再去证明说有没有妨碍他自然的一个发育？这个部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举证，这个部分是有困难的，还要再有这样一个构成要件，我就有一点点太难让他成立了哈，所以才会说286这个部分就是好像依这个法去处罚的案件就会非常少哈。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跟他的要是造成已经是妨碍他身心的健全或发育，是跟这个部分有相关的。所以我的版本就是把后面那个部分拿掉，然后把年龄提高到18岁哈，然后再来就是凌虐的定义也会比较，到底什么叫凌虐哈？那我这边是用。反复式伤害，好，就是把这样一个概念再加进去。好，我是觉得说，我们可能这比较细的部分，可能是到院长协商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一些细部的讨论。只是说，现在那个招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对那个儿童儿少的虐儿这个部分，我们就用286来处理。286其实它有第一项、第二项嘛，所以第一项、第二项都可以针对重伤跟致死，都可以做分别的规定啊。好。哎，我可以先请教一下吗？来，请黄委员。嘿，有两个问题啊，就请问一下提案委员啊，那个李委员，你286设计的构成要件反复式伤害，那每一个伤害行为都有个伤害故意。在哪里？那你的这个条文跟我如果今天对他有20个伤害行为，然后20个犯罪故意，那两者之间的竞合关系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稍微说明一下？那等于是，那我如果进行到譬如说啦吼，假设在第5个伤害行为的时候，在概念上面就已经满足了286条的要件的话，那等于是把前面的5个伤害行为全部吸收。那我进行到第6个继续吸收，第7个继续吸收，第8个继续。吸收，那这样到底是在保护儿少，还是在让加害人知道说，我大概过了那条线以后，继续的伤害下去都不会另外再论伤害罪？这个是我的问题，这反复式伤害，每一次的伤害行为一定都要有伤害故意嘛？那你每一次的伤害故意全部被286条给吸收掉？在法条的设计上是这样解释吗？那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是的话，对儿少是好事吗？好，谢谢黄委员哈。其实当时在想这个部分，是因为我还有获施与凌虐。那过去在凌虐，我们看到相关的解释，就是说他要持续性的一个伤，就是对这个儿少要持续性的。所以可是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一个持续性，他可能因为儿虐这个部分，可能家长就是这一次可能打他，可是他没有持续的一直打他，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点又再出现。那我们这边想要去我想说我这边想要去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今天只要是我们发现是这个家长还是老师，他不管是这是施虐者，他只要有我们发现了他，那
这一次发现，甚至我们还可以知道说他过去身体上有很多施虐的伤痕，所以就可以来证明他是反复式伤害，也不一定要去说他是不是有一个持续性的这样一个动作。我想说，其实在整个这样一个修法的一个原意，是希望让我们的儿少是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啦。那是不是有能够是不是有刚刚华委员所担心的那个部分哈？那个部分我想说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只是说在这个的部分，我们会希望说只要孩子被打一次，然后第二次就是所谓的反复式伤害，甚至说发现了第一次他的以前的身体的旧伤，就可以去证明他是反复式伤害。好，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让这个法律能够让这一条能够让我们的儿少能够受到更完整的一个保障，能够用这个法来处罚这些施虐的人。好，以上说我现在越听越明白了，我觉得我这法律条文不能并，因为我那条文的2778，我的条文主要是针对在儿童12岁以下儿童，他的自我保护能力是不足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社会上让大家非常群情激愤，说虐儿零容忍，啊，虐儿致死零容忍，就是因为那没有反抗的孩子，和这个青和儿少就不一样，少是少年人，就是18到12，这个年龄层是不一样。12到18年龄层的孩子，第一个心智较具成熟，也没有说很成熟，较具成熟。第一个，第二个，他的体力能力是比较具有反抗力的，所以他在这个未来你们在刑度上他的是不一样的。虐儿致死，当然我的看法就是你敢虐杀，你就要负起刑事责任，就是死刑。所以和你那个儿少两个在刑度量刑上未来一定会有不太一样的，或者你们不想要有死刑的话，那对虐儿跟儿少这两个层次上基本上是不同的，因为孩子何故？孩子是没有反抗能力的。12岁以下的儿童，为什么我在定义上把它，我不叫儿少，我是叫做儿童。其实，在立法上的意思是不一样。当然，我可能用伤害不够，或者还不够严谨，哦，但是呢，要定义在儿童，他的罪责是。就是毫无可以原谅他的，你敢虐杀儿童就应该是死刑，这才对这个社会上大广大群众广大的人民他有一个大家的共同的认识。而这里面会虐杀儿童的也不只是他的父母，或是他的养父母，或是他的寄养家庭也有可能，以及像这个幼稚园啊、托儿所都可能，是任何社会上都可能。所以这个虐杀儿童哈，我是虐杀虐害、杀害。沈委员，你的保护客体是12岁嘛，对不对？哈，我是12岁以下。在286条，我们保护的是16岁以下。事实上，我理解，完全包括你要顾虑的这个部分。对，但是哈，在只是刑度上面，刑度上会不一样。对啊，将来就是讨论280，因为有的委员他也是就跟你的立法意旨是一样的，只是他就是放在286条有一个死刑的规定啦。那是不是说就是照这个脉络？因为有的委员的提案的版本，他也就是放在286条，他就是也是跟你一样相同的这个立法精神。那他也希望说刑度是可以加重到死刑的。看哪个委？哎，那个我们再找出来看看，那个哪些委员是直接就是放在286条？来，黄委员请。那个立法体力啊的问题，我看是很难直接说在286了，那行为太样就不太一样了。一次性的伤害行为，然后他死掉，那凌虐必须要有什么？之前委员会讨论我已经讲过了，持续性、反复性，我都搞不清楚这个到解释到底是从哪个天上掉下来啊的解释。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要凌虐一个小朋友的话，我要他泡在冰块的冰水里，我叫他泡在冰块的冰水里，就在那边泡着，泡到他最后挂了。那你问我是不是凌虐行为？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会说这当然是凌虐啊。这如果不是凌虐，什么是凌虐？那有谁有规定说什么持续性、反复性？我都搞不清楚这个解释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
他用的哈，从整个刑法的理论，就是说，他从他施以手段之残忍性、伤害性，他的罪质跟我们一般在讨论所谓的伤害行为的时候，因为他的罪质不一样，因此罪责也会做差异化的调整。那保护客体要不要做特别的区别待遇？这个是一模一样，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啊的问题。那不过我这个不是我现在有，这不是我现在有的问题啊。就每一个委员他想要采取的不同的规范模式，那当然规范的客体大家都希望是以儿少为主，那这个都一样。那不同的规范模式，我想我都尊重了。各个党团可能到院长协商的时候，到表决的时候，再把他们清楚的立法政策是什么，跟台湾社会还有所有关心儿虐议题的社会大众们说明。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有一点搞不太清楚啊，就是说，就是我们法条实际上面在实务上面的操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想说，今天司法院还有法务部的同仁有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表是不是你们整理的？是吗？那现在变成的是说，我们屡屡在一些特殊的脉络下面会有一些加重的规定，那当加重的时候，刑法的规定是最高最低刑同时要加的，两边同时都那你们为什么整理出来会变成是，譬如说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啊，你们会整理出来是三年一月以上十五年以下？因为你如果加是加到二分之一的话，没有啊，你上面写的是三年一月以上啊。对啦，这个就是我现在要讲的事情啦，就是说，加重可以加重至二分之一嘛，所以你们在最高刑的部分，最高刑的部分就会加一半，譬如说三年就到四年半，五年就到七年半，但是在最低刑的部分，最低刑的部分其实没有同时往上调到二分之一啦，你们只往上多一个月嘛？对，这个就是现在大家在反映出在刑法条文的设计上的时候，明明看到就是说他已经启动了所谓的加重条款，但是加重其实跟没有加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说加重跟没有加是一样？是因为我们在实务上任何一个法定刑，你大概非常非常少看到法官判到最高的刑度。好，那当你在没有加重事由的时候，你很少看到法官判到加重的刑度的时候，你在加重有启动加重期刑的规定，那个天花板往上拉二分之一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根本用不到，根本用不到。大家在摸索的是往最下的地方在弄，所以变成了是说，好像很多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他事实上的本意说当我说要加二分之一的时候，是我期待就是说啊，譬如没有这个加重条款的时候，我可能判三年啊，有这个加重条款的时候，我期待看到的是看到四年半。但是我们实务上面按照刚刚那种解释操作出来的结果是，所谓加重二分之一的那个条款，实际上面你可能没有那个加重的时候，你是判三年嘛？啊，有那个加重条款的时候，可能多个两个月，三年两个月啊。不过这个可能不涉及到这一次的修正啊，那可能如果我们要处理的话，要回去刑法总则那边再重新做处理，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好，谢谢黄委员。那司法院跟就黄委员的意见，你们再回去再确认一下哈。那个沈委员，
替代亲民党团的提案，他其实那个体力就是有放进去了，他就是有把那个死刑加进去。那现在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有赵正宇委员，赵正宇委员，现在段永康委员到场。赵正宇委员他有一个提案，他是在刑法第十条，他是把凌虐的定义，以违反人道之凌虐、凌辱虐待方法加诸于人之行为。那当然我们讨论是说，第一个要不要明确的定义嘛，哈，这个其实从委员会就开始讨论。那这样子凌虐的定义是不是这个赵委员这个版本，是不是这个可以来，就是这个版本就是清楚，还是第三个重点就是说，凌虐的定义如果有必要要放的话，是放在刑法第十条，还是放到刑法286条？这三个部分，第一个要不要有凌虐的定义？那第二，如果要凌虐的定义，凌虐的定义是为何？第三，凌虐的定义要放在第十条或286条？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也先讨论一下。那就请法务部跟司法院先后说明一下。赵正宇委员他这个也是从委员会抽出来进附二读的，他的定义其实就大家刚刚李委员的那个版本，他是担心说，有些的伤害最后不是用凌虐来论处，他是顾虑有这样子的一个漏洞，所以他的定义就把它变成反复伤害。但是在实务上的评价说，你一次伤害他就是伤害罪了嘛，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说，那之前的伤害罪都本来就是要去论处他伤害罪，那你现在把他多次的伤害罪论一次的凌虐罪，会不会是这样反而没有办法保护到儿少这样子？嘿，来。次的话就是用伤害，伤害啊，就是那你说，但他每次都伤害，最后一次再评价，第二次就是反复凌虐，对，嗯，就是因为伤害罪比较轻嘛，何况还是告诉乃伦嘛，对，来给奶奶奶，如果说凌虐的定义，奶奶再清楚把他抓出来的话，这个是可以来讨论，就是说怎么样子，对，然后是不是一定要跟所谓的造成身心发展这个部分，我就觉得那个部分可能是要有更多的一个讨论啦。好，那请那个次长还是司长要说明，就凌虐的定义。好，来，王司长。是，招委哈，两位招委还有各位委员啊，那关于哈这个凌虐的这个定义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在刑法286本身哈，它并没有去定义，它说哈，你这个所谓的凌虐哦，是必须要一次、两次、三次，还是要去多次了哈？那实际上它这个是实务见解哈所产生的一个拘束了哈。那像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117号哈，这样的一个见解里面哈，它都有比较是长期性或者是持续性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后来林毅委员的提案版本才会讲说要多次伤害了哈。那但是这个多次伤害到底要伤害几次才能算多次哈？那个所以也会产生这样一个不明确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其实如果实务的见解将来会有转变或改变的话哈，就是并不以这样的一个长期性或持续性哈，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是可以解决。那刚才有提到凌虐的问题哈，就是说，因为刑法286里面哈有一个凌虐了哈，那如果说只放在286里面，看起来是只是针对儿少的问题哈。那除了这个儿少的问题以外呢，在这个126条哈。刑法的126条也有一个凌虐人犯罪了哈。那所以对于这个凌虐的定义啊，其实目前哈比较通识的共同的一个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它是以这个非人道的一种方式哈来施以这个对待哈。那因为凌虐这种行为哈，它有很多种了哈，就是用各种方法，像刚才委员提到的比如说做冰块啊哈，或打脚底板啊，或者各样或者是去故意恶他啦哈，
等等，这种各样的方式哈，都有可能会造成凌虐了哈。那所以其实你如果放在刑法第十条里面哈，虽然是有加强它的一个定义哈，但是毕竟你还是要用抽象的方式来规范，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规定的很具体哦。那这是以上的一个说明。来，次长。凌虐哈，就是一种非人道的待遇哈。那这些概念哦，当然你如果是强加要给他做定义哈，那就是伤害了一次性、两次性、三次性哈，这都很难用文字哈，那么把这个凌虐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哈，把它明确化。那么其实凌虐哈，这个非人道的待遇啊，它其实在法院检察官在侦查跟法院审理的过程里面，其实尤其是法院的自由新政啊，其实他就可以考虑到这种伤害，不管是一次性、两次性，不管是不是持续性，它就是一种凌辱、一种虐待。那么比如说把一个儿童，那么把他的胳膊就把他这个把他凹灯，或者是说把一个女童逼他剃头去喝尿，一次就是凌虐，这个不用两次，所以也不用多时，所以给他进冰块，这个都是一种凌虐。所以这种行为啊，他一有这种行为，基本上啊，要证明他有妨害儿童的身心啊，其实这个都不难。所以我认为凌虐两个字啊，本来这个就已经是在立法过程里面，他已经是一个不得已的就用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含涉的就是很明显的，他可以跟单纯的偶然的这种伤害行为是可以做区隔的。谢谢。好，谢谢次长。那司法院请说明。来，厅长。主席以及各位委员哦，有关于那个凌虐是不是要在这个总则里面做定义性的规定哦，那这边有一些意见供大家参考，就是我们整体的来看，我们的刑法里面除了126条还有286条有凌虐这两个字之外，还有222条那个性侵害的案子里面对被害人施以凌虐，所以在就是在这三个条文里面都有凌虐，那是不是126、286跟222，那还有其实在特别法里面陆海空军刑法里面第44条也有相类似，就是用这样的用语，那有没有必要在刑法总则里面做一个统一的规定哦？我觉得是可以思考的，就是说在不同的法条里面都有凌虐这样的字眼，那是不是要做一个统一性的规范？如果需要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是要放在刑法总则里面，这个是有关于凌虐的这个规定。那另外提到那个跟伤害之间一次性伤害之间跟反复伤害的这个问题哦，那委员刚刚所提到的那个反复实施伤害这样的一个构成要件哦，会涉及到行为人他所谓的这个伤害行为是不是成立凌虐罪或者是单纯的伤害罪之间的认定，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那反复两个字的用语哦，它比较不明确哈。那反复实施伤害的行为是不是可以被现在的这个凌虐这样的概念所涵盖哈？那如果可以涵盖的话，那应该就没有必要再特别去规定反复实施伤害这样的用语，这个供参考。那另外委员他这个提案里面把这个或以他法足以妨碍其身心之健全或发育的这个部分删掉哈，那我们是有一点担心说会不会使得哈，除了凌虐之外的其他的足以妨碍未满18岁的人的身心健全发展的其他的行为，因为它是个概括的规定，如果删掉的话，会不会有我们没有想到的行为，那就是非就是可能反而没有办法规范进来的情形，所以是不是就是用现在的条文的文意，如果我们实务的运作是可以运作的话，那我们是觉得可以再斟酌。谢谢。好，那个沈委员，我想司法院讲，就像我所想到的，就是身心灵的伤害，其实是也是一种凌虐哦。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有比较心灵脆弱，那不断的给他言语。或是给他辱骂，言语上的辱骂，或是给他威胁恐吓，
到最后他有精神快崩溃了，搞不好就是在最后一个时间就崩溃，然后搞不好跳楼自杀或干什么等等。其实对孩童哈，或是这个一般人的凌虐是很多的。那以前有实务上我遇到哈，我曾经处理过几件，以前我处理过几件那个家暴事情，也有这种状况，去报警，然后到法院去控告，他说你才被打一次两次不算，不算多次。所以就说这个到底啊，我们这个像不管是离婚的官司也好，家暴的也好，或是这个虐儿的事情，到底是一次就算呢？像家暴是一次就算，还是要你要不要多打几次，要伤多少，到多重才算叫家暴等等？其实在法律上都是见仁见智，就看法官今天他怎么判。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正好我也觉得应该要思考到底凌虐哈是应不应该把身心灵的凌虐给删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底怎么样才算是凌虐？法务部跟司法院都讲的都很有道理，我们也希望看看可不可以把它综合归纳起来，让这个社会上这个凌虐事情会因为我们的立法更清楚，能够让这些意图凌虐人或已经在凌虐的人，他可以受到应得的惩罚。所以我们想我们这个地方应该讨论更清楚一点，而不是说条文的整并，还有在不同条文里面所处境的这种不同的形式上，它所展现出来在违法的行为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想整并所有的条文成为一个案子并不是好事啊，还有不同的类型跟状态。我能不能好，谢谢。还有李委员司法院，就是说请问一下，或以他法足以妨害身心之健全，是妨害身心健全连结的是或以他法，还是也连结到前面的凌虐？就是说对我来讲，凌虐就是已经是造成他的身心的很严重的一个健全的伤害了，所以他没有这样子就够了，所以就不用。所以我现在只是要确定说，你们的或以他，就是说你们的那个身心发展只是连结到或以他法，没有连结到凌虐，就是这个是我的疑问啊。对，就是凌虐已经是为什么还要去证明说他有没有受到身心健全的一个那个部分？可是好像你们现在实务上面并不是这样子的。那刚刚也提到说你们可以透过实务的，因为你们的实务的见解已经是变成是一定要持续性的、反复性、长期性的，然后你是说可以透过以后的改变这样一个见解，我不知道说你们要怎么改变，一定还是要透过法院的相关的判决啊，一定要有这个判决去改变你们的这样子的约束嘛。啊，如果说我们法院这部分也都不去改变的话，就凌虐这个部分，就是还是没有办法去维护到儿少的那个权益啊，因为用这一条去判的，这真的很少。那就是因为很少，所以大家才要想说应该怎么去修。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以前的有委员，我还看到有委员，其实他们以前也都针对这一条也都有讨论过，就是要不要把那个身心健康这个部分，要不要拿掉问题。其实以前在其他会期也都有被讨论过，所以我就是说，它一定会是一个问题，不然不会这样子的被一直提出来说，你要去凌虐这个部分，要连结到那个身心健康这个部分是有一些状况的啊。所以我想说，是司法院是不是再做一下说明，就是说你是怎么连的，就是你们实务下面这凌虐是不是真的还要再去证明有没有身心受到影响，是不是你们实务上其实就是这样连过去了？法条解释上我们认为凌虐就是一个历史，然后他法是有概括的规定。对，那其实就像我刚刚所说，就是说怕漏掉，所以就是有用一个用其他方法这样一个概括的一个规定。现在林委员是说凌虐会不会要不要足以妨碍其身心健全，要不要有这样的那个解凌虐要不要这个，那看起来实务上是不是还有是连过去的，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案子没有办法用这样子来做相关的一个审理。对，现在就是说凌虐是民事嘛，他法是概括嘛，就是大家可以等同于说评价是凌虐的。现在说凌虐要不要，我们要惩罪要不要也是足以妨碍其身心健全，还是说像给他喝尿啦，给他浸冰块，我们就可以评价是妨碍其身心的健全或发育？现在就是做这部分的确定啦。如果凌虐大概照刚刚次长的意思，这个足以妨碍他的身心了嘛？
对啊，非人道。其实哈，主席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都好像都很好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因为当在哈那个攻防辩论的时候啊，那个这些受害者通常都是弱势，所以在法律上哈，我们定义的越不清楚，或法律上我们没有把它说清楚的话，对于这些为了这些虐这个凌虐的人，他们就说这些加害者来辩护的律师是很会辩的。所以法是要写得更加的周延一点，我们现在是要保护好人，不是要保护坏人，所以我们要站在这个立场，我们要思考周延一点，因为那个加害人他们的辩护律师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要思考这样子。所以在立法上我们真的要加油啊，因为我们在民间里面经常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问题，虽然我不是这方面出身的法官检察官，也不是真正的所谓法律系毕业的，可是我在上面接受非常多的人民陈情，所以我也在这方面经常从年轻到现在，我经常在这方面关心，所以我觉得这个立法上经常都被那个加害者引用各种法条逃掉重责，所以真的是法官他们一定会轻判，在你的判例里面那就像黄国昌委员刚说的，你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你只加重在最低刑只加重一个月，事实上他可能加重二分就加重两个月而已，所以你的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事实上他在最低刑度上他并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加重二分之一，如果加重二分之一，是不是最低刑度三年要改为六年，你们那个七年改成十五年，不是七年，十年改成十五年，那你如果三年是不是改成四年半，那才是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啊。你们现在的条文里面是说二分之一可以啊，我就三年的最低刑度加一个月，这就这个意思啊。我们在我们立法上这样立法，可是上实务上引用是最轻刑度啊，尽量最轻刑度，而不会是最轻那个刑度的重判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思考上面，我们在这里讨论呢，这个一锤下去一定案下去的话，是关系到这些受害人他的权益问题啊，我们不用站在加害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立法的问题吧。好，邓委员。我如果这样子解释不晓得对不对了哈，就是说李委员的这个修正条文啊跟现行条文就是同样都是两种状况嘛，哈，现行条文是施以凌虐，这是一种状况，那李委员的也是有施以凌虐，所以这个部分好像应该没有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就是说，以他法足以妨碍其身心之健全或发育者，跟李委员的反复施伤害，好，那这个部分的这个处理哈，这个反复施伤害，就是我反复的对他去伤害。那当然，这个反复到底是要反复几次？像刚才次长所说的，哦，那个可能不知道哈。我反复两次跟反复十次，好，中间的怎么样多少叫做反复？但是同样的，对于说妨碍其身心健全或发育，我怎么样去，你等于是要去证明，也就是说我要证明他是有，哦，如果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说我今天要判有罪，我要证明他是妨碍了他的身心健全或者发育啊。假设我对他的伤害只是每天他早上他在睡觉的时候我用手指头去捏他，就捏不到五千了，哦，我每天叫起床的时候捏不到五千了，按理说我这样子算不算你妨碍他的身心发育，或者甚至是这个发育或者身心什么身心健全，很难。有的时候他可能要到他长大了他的伤害才会出来啊。也就是说他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他可能被训练得很乖，哦，他可能你看不出他的这个发育，什么叫发育，他的成长曲线也可能没有比人家更差，他没点比别人比较大长啊，你不要说他发育不好，对不对？我又不是不给他吃饭，他又不是很瘦小，那他的身心怎么样不健全，哦，那你变成说我要判他有罪，我要证明啊，说他是因为这样子身心不健全，
我当然可以找人鉴定嘛，好、哦、啊，但是问题是就是说，那我这个变成说，我要想办法去证明这行呢，我要想办法去证明这一项。那李委员的这个修正，虽然说看起来还是有些模糊空间，可是问题就是说，好像比较更具体一些。我至少我看起来是这样，好、哦，他比起那个叫做身心之健全或发育，好像变成刻意这个举证责任啊，好像是变成是检察官要举证，好、哦，或者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可能是李委员会提这个修正的一个原因嘛？哦，那变成说，你除非你证明说我有对他伤害到这个地步，否则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用这条来对我处罚。所以，可能我觉得你们在回答李委员的时候没有抓到这个重点吧。委员哈，那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凌虐那个部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这是不人道，那当然就是也会影响到身心。可是以刚刚那个招委讲的，就是说，例如说叫他喝尿。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影响他的身心发展？我们也是觉得不人道啊。可是当你要连接到他的身心健全发展这个部分，你就很难去说我喝一次尿到底有没有造成我的身心的伤害，或是我的身体的健康。我觉得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那再来就是说我这边为什么会写伤害，是因为其实我下面有一条是287啦，因为我们知道伤害其实是因为是告诉乃论嘛。所以我在287的部分，我是把父母实际照顾12岁以下孩子的伤害，就是不要用告诉来论的啦，因为其实小孩子的他没有办法去捍卫他的权益，那你还不要用告诉来论去做。可是如果说我们在反复式伤害这个部分，我们伤害这个部分，我们愿意在这边去处理的话，因为这边就是公诉了，这不是告诉来论，我可以接受说。下面的那个单纯的那个伤害，我们还是维持告诉乃论。其实我这次的修法，我这两条的那个意的目的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部分，就是小孩被自己的照顾者伤害了，可是因为他年纪很小，然后伤害又是告诉乃论，那当然我们的主管机关可以代为提出相关的一个告诉。可是为什么就是很少很少的家长他在。对孩子造成一些伤害的时候，其实很少会受到相关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刑责的一个处罚。那当然我也知道说整个家庭的整个维系，我们不认为说每个家长一定都要走到这个部分才可以去处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的286、287的考量是这样的一个考量。如果说我们在反复是伤害这个部分的话，要有放进去。当然，这个部分要请各位再提供更具体的一个意见，就是说怎么样子不会造成大家刚刚的那些疑虑。就是说，如果在伤害这个部分有一个部分，我们就用286去处理的话，那在就是单纯的伤害是告诉乃论的这个部分，我就不会坚持说一定要用变成公诉的一个方式。我只是认为说，有一些家长还是应该要让他去面对。一些相关的一个刑责的处罚，嘿，这个是我在修这两条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考量。来，次长，现在是说，到底检察官如果单次行为啦，到底法官、检察官他就会评价是伤害还是凌虐？事实上，我们现在大家应该都有明确的定义，是说不用反复嘛。只要你这个行为是我们评价是凌虐的，我当然一次就算了。只是说，检察官现在在起诉的时候，他到底是用凌虐还是用伤害罪嘛？那伤害当然就有所谓的告诉乃论的问题嘛。嗨，来次长，跟委员分享，就是说哈，喝尿，检察官如果对于我们照顾这些未满16岁人，你给他喝尿。我敢保证他一定是用凌虐，凌虐啊，这凌虐他不会妨害他的身心吗？那个凌虐，因为其实哈，这个法条286啊，他之所以会特别拿出来规范，他最重要的是在处罚那个照顾的那个人，那个人主观的那个恶性。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教养，或许
会有一些过度，但充其量他就是一个盛怒之下，那么就是等于超过他的那个尺寸。但是这种所谓凌虐，那是让人家人神共愤，有时候听到了就是你给你这个小孩子喝尿，这个没有一个人有办法接受，这个不是一个人道的一个待遇。只有给那种集中营的，或是给一种敌人的，要虐待他、凌辱他，我们才给他喝尿。你给你照顾的这个未满16岁的人，你给他喝尿，检察官、法官接到这种案件了，这个我认为他就不是一般的伤害。那么，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法条定下去，不能因为之前实务上，因为之前没有那么多的乡民，那么多的主持正义的魔人，之前没有那么多人这么聚焦在关心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前的检察官、之前的法官对这样的案件没有密集绵密的去处理，从此而后大家对这种事情大家就这么关心。检察官碰到这种案件，其实你自己可以去试想，为什么媒体披露出来以后，你即便是个路人，你也会不平，你甚至会放下手边的工作，你就会到那边去想要来主持正义，就是一种凌虐的行为。这种凌虐行为才会让人非常的非常的生气，所以你把凌虐你再去给他加一些限制，这个到底未来有一些反而有一些行为啊，那么反而你不会去规范到。那么所以事实上这个凌虐啊这样的一个用语啊，不然在普通刑法、特别刑法里面啊都有用到。那么之所以在实务上很少人去用，那个不是因为他不容易判定，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充分的push，没有那个压力，所以他没有去判断这样的一个类型。所以我是认为你要去给他加一个说两次或三次，然后其他的就像刚黄委员讲的一样，那到底会对他有利还不利，反而有一些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多次的伤害啊，反而就会被把它都归类在一起。好，谢谢。那我是建议就是说，因为李委员他有他实务上的一些观察，所以他们才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条文。那就是建议法务部再去跟李委员再多沟通，看怎么样去把这些他们忧虑的实务上看到的一些疑义，可以透过相关的修正去除了哈。那我们今天等于就是说，因为有赵振宇委员的提案，那就是现在凌虐这个部分到底要不要清楚明确的定义？那如果要是放在第十条，那这个部分显然法务部跟司法院的意见是有不同的考量嘛？哈，那大家再想想看，再沟通看看。那这个下次我们就直接也是放在286条去讨论了啦。哈，好，那我们今天不会做协商结论哈，但是有几个方向。主席在这边在明确的宣示哈，那为了尽速完成刑法有关儿虐相关刑法修正，第一，本次并案内第40条有关没收部分，请法务部司法院再继续协商沟通，本次暂不修正。第二，郑运鹏委员于现场上次协商提出有关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因过失致人于死者及因过失伤害人者，就是276条、284条两种情形刑罚之再修正动议条文，郑委员同意于另案处理，不于本案提出。第77条、第78条有关时代力量党团关注的假释、排除假释相关规定等，请法务部继续再跟委员沟通。那第四，聚焦儿虐相关刑法规定于第286条继续协商讨论。第五，其余尚待讨论条文，比如说像追诉权那个部分，再择期继续协商。第六，经复二读之委员赵正宇等18人提案第10条有关增订凌虐定义部分，因委员王帝宇等21人所提刑法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
现已于院会二读待审中，不故本案第十条应与该第十条该案第十条一并考量处理。那这个部分，我先确定一下，就是说这个凌虐的定义，我们要不要定在法条里面？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再来跟就是考量在就是跟王定宇委员那个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一并处理，因为那个部分也已经在院会二读了。抱歉，那如果不需要定义的话，我们就赵委员的这个提案就不再，怎么讲？反正还是继续讨论呢，哈，这个部分只是提醒一下那个程序的问题。嘿，申委员，我跟你讲，我因为那个这个我的提案权也是要尊重一下，所以我同意把它并到286条的并案讨论哈。那是不是你也应该列入记录啊？就是因为同虐儿致死哈这个议案，我同意把它放进去并到。这个278条并到200，对啊，这些你的提案都还会再送到院长那边去协商哦，还是会送进去，只是说建议你就是往286条，这个我同意了。我看讨论完以后，就是虐儿致死，其实它一致性是很高的，对，只是我虐他的虐儿把它提升到是青少年而已，这含青就是保护到少儿。就是课题，就是加到16岁，本来就是有到16岁了啦。你的提案还是会在院长那边讨论，只是就是建议说每个党团大家就聚焦放在286条，这样可能体力上会比较完整。这样好，那本日协商过程已录音录影列入记录，因仍有保留条文，今日协商不做结论签名。因协商无法达成共识，依例提起院长，择期召开朝野党团协商。好，谢谢大家，现在散会。